家好，我是 Leo 啊，今天在这里领养了一只朱古力色的 Poodle 啦。记得刚刚去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见到很多义工照顾他，很有爱心，还有他那时候很小粒的，现在就变得很大只，很无忧的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机构啦。呢度仲有好多其他狗仔等緊領養，如果大家想養狗嘅話，都可以考慮咗領養先。咁得閒嚟睇下啦。